谢谢张平会长啊，我也想说一下，就是过去我都不知道咱们，美国华人联合会还有一个精神健康的项目，而且会有南北卡的华人社区服务中心这样的一个机构，我就也想通过咱们这个平台，告诉更多的人，咱们是有组织的，咱们是有人撑腰的，咱们有了问题是可以去求助的。你就像包括咱们这种心理健康的这种普及性的这种讲座，也属于咱们南北卡华人社区服务的一个项目。我也希望大家把这个，就是知识点啊，传播给身边的人，尤其就咱们华人群体啊，都希望大家健健康康的啊，家庭和睦幸福。这是我们这个《爱的五种表达》的这个课程，我设置这个课程的初衷。我想今天也有新来的朋友嘛，其实就是我今年60岁了，我这一辈子也离过婚，又结过婚，所以我就从婚姻里头围城啊，出出进进，我确实知道这个爱啊，这个东西不是与生俱来的，不是说你生下来就会爱的，你。爱的不对呢，可能就变成互相的伤害了。所以人家看，你看我身边，我就看到，你看我60岁了，我看了那么多的婚姻，包括我5个姐姐一个哥哥，我们家7个孩子，那每个人的婚姻，你看走过来的话，都能写一本书。有的人家两口子磨合，越磨就越合了；有的磨损了，最后呢磨到两败俱伤。我也真的看到老两口。一辈子都过不好，最后呢也没离婚。当然，过去的那种年代啊，也很难去离婚。最后呢，都你看两个人都70、80岁了，一个屋檐下生活，两人各做各的饭，各吃各的饭，各买各的菜，而且这老两口还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你想那生活得多别扭呀！但是我真的是看到这样子的婚姻啊，就是为什么各做各的饭呢？这时候我一个朋友跟我说：“哎呀，我爸我妈各做各的饭，各吃各的。”我说：“那为什么？就是只要就像这样的小事情弄到一起就要吵架，然后都不愉快，干脆就这样。你看，他就除了吵架或者就是冷漠，其实我们有很多很多中间的方式，我们不需要做极端呀。”所以我记得我有一次上心理学课的时候，有一个老师讲了一句话，特别触动我。他说：“心理健康是什么？就是得体，就这个人做事比较得体，这就是心理健康。”那么咱们爱的五种表达呢，今天呢就走到最后一个部分，走心的身体表达。那么，在这之前，可能有的朋友也没有来过，今天有新来的，那我再说一下我们这课程啊。以案例分享为主，我就把我这几十年啊，就是我经历过的那些咨询案例，我就挑上一两个，咱们分析一下。大家也不要对号入座，而且我这个案例呢，也是经过处理的，对当事人要保密嘛。但是我希望咱们在这个案例的分析里头，你不对号入座，但是你也看我就剖析嘛，咱们就解剖这个麻雀嘛。那你就知道这个麻雀的构造了。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自己的亲密关系，可以怎么样去建设它，可以怎么样去调整它。而且今天我还告诉大家，今天最后一课啊，后边有那个期末考试呢，我会给你们出个考试卷子。当然了，是你们自己给自己打分了啊。然后这个卷子，这个课程，这个卷子是你给你自己负责任的完成一个生命的评估。你的亲密关系质量的一个评估，今天在群里头也有朋友说了，哇，那个今天呢最后一课，方老师要给大家献歌，我说 OK，到最后呢，咱们都把屏幕打开，那个苏婷，我很喜欢你现在屏幕打开着呢啊，那个到时候大家，你也给大家献歌，我也给大家献歌，这也是爱的表达，好吧？没，你听不见你说话。方老师，你唱得好听，我们听你唱就好了。你是这样，我再说一遍啊，你这样一说，我马上我要又有一个从专业角度的一个反馈了啊。这个人发声音，他真的不管好听不好听，得发声音。
为什么呢？你看啊，动物，一只鸟，它就是有嘴巴，它要歌唱，有翅膀，它要飞翔，所以它是动物。你看那个心理不健康的人，他变成植物了。他坐到家里不动弹，不出门儿，然后呢，他有嘴呢，他甚至连饭都不想吃。你看那些很抑郁症的人，饭都不想吃，他话都不想说。所以呢，我们如果跟着老天爷、大自然的规律走，是一定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所以，我就是只要找到机会，我一定要大声的要喊一喊。今天早上在群里啊，今天从海边回来的时候，我临走的时候我说，面对大海，我这么爱的一个大海，这是我爱的一个东西，那我一定要给他表达一下我的爱。咱不是说吗？爱的五种表达，第一个赞美欣赏吗？我就想起来一首歌，那首歌很长了，我就把最后那几句话怎么赞美这个大海，我就唱了，然后我就录了，我是给他唱的，也是给我唱的。所以，其实当你在这样的地方能发声的时候，其实你唱的好不好不重要，大家自己去试一下。因为啊，苏婷，我告诉你，真的有一件事情，就一个爸爸给我说，他儿子是抑郁症，就不跟人说话。当然这当时他不是个来访者，是我的朋友啊。后来我就说，那他就说你去见见我儿子吧。那他也不去见心理咨询师什么的，就当你是朋友嘛，到我们家来玩一玩啊，怎么的？我说行呀，那咱们开着车到山里去呀。我们西安不是开车到秦岭，也就30-40分钟就到了。去了以后，面对一个大水库，四周无人，就是深秋了嘛，没有旅游的人，我就咪咪咪，妈妈妈，我就开始喊了。然后我说 OK，我让这儿子当时14、15岁，喊一声，你看周围没有人啊，这孩子呀，四周看来看去。喊不出来，后来我说行，我说儿子喊不出来，我爸爸，那你喊出来，没有人嘛，咱们喊一喊，呼吸新鲜空气。突然发现爸爸喊不出来，爸爸就说我喊不出来，方老师，我真的没有想到我喊不出来。你是什么在你心里把你压抑的，你连动物的本能都没有了？我说行，你在这样的一个场合，你又不扰民，你又不妨碍社会秩序。你喊不出来，我说你为什么喊？我害怕我声音难听。我说你看那鸟在天上飞的时候叫的时候，有没有觉得我自己声音难听，我就不叫。咱们也看过那刚学打鸣的小公鸡，叫的声音多难听呀！而我每一次都说，哟，这小公鸡叫这么难听，你还好意思叫？它叫是它生命的需要，它这一叫，它是个活的。但是你看，很多人，我说我没有让你在繁华的大马路上去喊那一声啊，而且我说我也没让你唱歌，你也不需要好听啊，你就随便就你就哇啦哇啦，你那鸟当时那个水库树上落了很多乌鸦嘛，那乌鸦就叫哇哇，我说行啊，你就这样叫呀，我就跟着那乌鸦叫一声，我叫一声，这父子俩谁都叫不出来，我就给他爸说。你别说你儿子抑郁症，你先能够发出来自己的声音，你成为一个健康的人吧。你哪怕这个声音难听好听不重要，所以苏婷，我说了，我们不需要好听。当我觉得这也是大家啊自己觉察自己的一个工具。你比方说，你在你们家里都没人了，你可以喊一声，你看你能喊出来不？或者是你到卫生间去，门一关，你喊啊，你能喊出来不？那我有一个朋友啊，他是那个在医院里当大夫，他说我就给那些癌症患者说，没事了，到城墙根儿去喊去。西安不是有城墙吗？他说他那些个病人多半都是压抑的情绪太多了，出不来，你就到城墙根儿没事了就大喊大叫去。很遗憾，很多人喊不出来，所以今天。因为苏婷，你刚才说了，那今天就多一个作业，每个人去觉察一下。咱们这5次的课上完了，我要求你找个没人的地方，是树林也好，海边也好，甚至你们家的卫生间也好，你就给我哇哇哇大声喊，我不需要好听，你看你能喊出来不？喊出来了，那就我觉得你还比较健康。你要真的喊不出来的话。你是什么把你给压抑了，对吧？一会儿结束的时候，你们大家跟我一块儿喊啊，
咱们一块儿来练发声，好吧？OK，就刚才这是回应，哎，这个谁，我看到有一位朋友海平是吧？对，刚才听你说要唱，可以试着唱歌，我可以试着唱，等你看什么时候方便。马上试试唱首歌，哇，太棒了，海平！咱们今天结束，因为咱们今天是5节课最后一次课了，又是个感恩节刚过嘛，咱们结束的，咱们就用歌声来结束咱们的，这5节课。海平，我很期待哦，谢谢你，那你就一会儿就把话筒打开啊，咱们现在把今天的课程先进行完，谢谢大家。好，就是能发声，大家记住啊，动物是什么？可以表达。可以动弹，你就是个动物，你就符合大自然的规律。你看你们家小孩子要是说不出来话，跟你没话说，这是有问题的。然后呢，他不高兴了，他摔东西，那更是有问题的。人类是有语言的呀，我就看到有的人很愤怒的时候表达不出来，摔东西、砸碗、地上打滚，我就想到动物园那黑猩猩哐哧哐哧哐哧不高兴了，捶胸顿足。那你是人呐，你有语言呐。所以，其实你看那个非暴力沟通里头有一句话特别好，他说：“表达你的愤怒，而不需要愤怒的表达。表达你的愤怒就宝贝儿，妈妈现在很生气了。愤怒的表达，捶胸顿足，那就回到黑猩猩去了，对吧？这就是人和动物的区别呀。人有语言，所以你看那种心理不健康的人啊，他真的是表达不表达了，这个很可怕。”所以刚才苏婷说，她愿意去跟她儿子多表达几句。哦，宝贝儿，希望你开心的玩儿，你就往健康的方向迈了一步了，因为你表达了这个东西了，特别好啊！海平，我也谢谢你。OK，咱们今天讲爱的五种表达，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达，或者说人类的一个特别原始的心理需求，肌肤之亲。那么在夫妻两个呢，那个就是性生活的和谐。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爱的表达，所以我们把它叫走心的，身体的表达要走心。那我先分享案例啊，我还是分享案例，大家呢就是一个知道我是处理过的，另外呢，我也希望大家对照自己啊，曾经有一个男的，他过来找我，他说：“哎呀，我觉得我跟我老婆过不下来了。”我甚至要离婚了，我说那有啥问题嘛？啊，当然也是个熟人了，后来他就说，我就给我老婆说你有心理问题呢，我老婆不去找心理咨询师，那我就，方老师我就来问问您，他说我老婆是个洁癖，洁癖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一天要拖3次地，这个地呢不拖够3次，他晚上睡觉他是睡不着的，然后地上掉个头发，他得要看见了拿个餐巾纸把那个头发要。捡起来，他才能舒服。他说就是我老婆是洁癖，那这是个优点嘛，家里一尘不染。但是最近登峰造极了，到了什么程度呢？我和我儿子到了卫生间上完了之后，就他就要冲进去，然后不是男的嘛，地上就要滴2滴，他就要一边擦一边擦一边骂你们两个都是猪，就会懂。再然后呢，就你们俩都给我坐着尿，不许站着尿了。哇，这个男的就说，我就跟他抗争呀，人家喊的声音比我大呀，咱又觉得丢脸，就是害怕邻居听见。然后这男的说呀，我就特别无奈，说你看，你说我都50多岁的人了，我坐着尿就坐着尿吧，那我儿子才20多岁小伙子，让天天坐着尿，会不会心理出问题？这个丈夫他就很困惑，就说怎么办呢？我就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我都觉得跟这人过不下去了。后来我当然我听了一下，我说那我就问你个问题啊，你也不要不好意思，我就说你们性生活过得怎么样？哎，他说你就别提了，说我老婆那个就是有那个，就什么子宫肌瘤还是什么的，就是他说我们都几年有4、5年都没有实质性的性生活，但是我记得他说子宫肌瘤有时候他会疼嘛，他有一次呢，反正是。想跟人家亲热，让人家一脚踢到床底下去了，就是不舒服嘛。而从那以后，那他作为一个男的，他就觉得很，也就是很羞辱嘛。我们就分开了。再后来，单位里又分了大房子，我们就一人一个卧室，好，反正就没有了，没有这种性生活了。哦，我一听，然后你看我在想啊，即便是没有实质性的性生活，但是。
肌肤之亲很重要呀，所以我说，那我再多问个问题吧。那你们，平时周末呢，有没有一块出去转转呀、玩呀？有呀，我们去超市。我说，那你们怎么走啊？我在这儿，他在那儿。我说，你们不会拉着手呀，或者说你搂着他的肩膀？他说，哎呀，我们这单位都是熟人，老夫老妻的秀恩爱呢，别人你要笑话呢。哎呀，我说那你们白天下了班在家干什么？干什么？就是我在我的房子里聊 QQ， 那时候还没微信呢，是玩 QQ 呢，在电脑上。我老婆呢在客厅里追剧，然后呢黑了就洗洗睡了，第二天早上各自上班。哎呀，我这一听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我就说是这，那我给你个办法，你试一下。我说你这次回来这两天，你回到家里你就别急着去玩你那 QQ 了 ，QQ 上网聊天。你跟你老婆一块儿坐到那儿追剧，那个他爱看你，他说呀没意思。我说没意思你也坐到那儿，你给他端个茶倒个水，摸摸他的头发，对吧？然后呢这丈夫就说，我就觉得可肉麻了，我做不出来这种动作。我说那你就坐着尿呗。然后呢这老公想了一下，好吧，我试一下。我说你要赞美欣赏吗？最后呢过了一段时间了，说哎呀，说现在好了。我说好到哪里了？而现在呢，我那个就是我就像你说的呀，他在那看剧呢，我给他削个苹果呀，我给他倒杯茶呀，我摸摸他的头呀，我去抱抱他呀。然后我老婆呢一个月呢就换了两次发型，他就被人注意到了嘛，他收到爱了嘛。然后呢他现在还是到卫生间去拖地，但是他不骂骂咧咧了，哎，哼着小曲去了，这不是问题就解决了吗？那到底为什么呢？其实这个妻子我觉得可怜在哪里呢，就是自己不高兴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高兴。是让我们心理学家呢做过一个试验嘛，就是人是群居动物，他这个皮肤饥饿了之后他就会焦虑。然后人家做的那个实验就是什么，两组都是高焦虑水平的人，一组每天给五个拥抱，一组不给拥抱。再过上一个月，你看给拥抱的那一组焦虑指数下降了，不给拥抱的直接上升。那你可见呢，有的时候我们女人心情不好真的就是缺这个肌肤之亲。其实你像刚才我说的是丈夫和妻子，即便是没有，当然了，你有实质性的性生活是最好的，你这妻子去看病啊，然后去你要满足这个丈夫嘛，对吧？那么你做不到怎么办呢？那你还可以，就是你可以拥抱啊，可以接吻呐、啊拉拉手呀，抚摸呀，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那么你看，我们说还有心理学家做过那个试验呢，就是给那种小猴子弄了两个妈妈，一个妈妈是绵绵的软软的啊，大大的，你窝到里头就很舒服，还有一个猴子的妈妈铁丝绑的，但是有奶瓶，所有的小猴子都是饿了才去铁丝妈妈那去吃两口奶，吃饱了马上就回到这个就是绵绵软软的啊，这个妈妈身上。为什么？就是皮肤需要抚慰，需要接触。而且你看，后来你可能大家就问了，那男的和他老婆啊，这都四五年也没有过过性生活了，他怎么就没有这个情绪上的问题呢？其实这个男人呢，他自己他给我说，他说我呢，就是我是一个那个就是他说他是一个什么文艺爱好者，他去跟一帮女人去跳广场舞，他老婆不跳，他去跳。他说哎，我去跳广场舞呀，我还去参加什么球队啊，跟那些单位里的人啊打球呀、啊、什么。你看啊，去打球他身体这样子碰撞，他也缓解这个皮肤饥饿呢，所以这男的倒是健康的。你看，所以我们在讲这个女人的问题，在你看这个男人的问题是没有办法透过女人的这个情绪看到女人的需求，这是男人的问题。而这个妻子的问题是什么？她对自己的情绪没有觉察力。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说啊，情商高的人就是会说话会来事儿，这个和情商高关系不大。
情商高的人是两个指标，一，对他人的情绪有感知力，就是我老婆摔盆子打碗，我能感知到她后头缺的是什么，可能缺的就是抚摸爱，这是对别人情绪有感知力。第二，对自己的情绪呢，是有对别人的情绪有感知力，对自己的情绪有觉察力，就是妻子要自己觉察到，其实我这么暴躁，可能是因为我最近缺乏爱了，缺乏肌肤之亲了。这个时候你要主动的找你丈夫呢，说："哎呀，老公啊，你看，尤其女人快来例假的时候，她真的就是很躁啊，老公啊，我快来例假了，你抱抱我吧，我可能皮肤饥饿了。"然后我记着我那时候去做那种团体辅导的时候，不是都是在单位嘛，男男女女坐了一房子，我基本上会就走到一个男的跟前，我说："你老婆要是这样给你表达，你抱不抱？"男的说："100%的男，那我肯定抱呀。"可惜的是女的不说，女的还说什么："我一说他再来抱我，哼，来不及了。"但是你指望男人能猜出来也很难呀，男人天生情商比女人低呀，他对你情感的觉察力比较低呀。那么你感受到了，你看，我们说，我再说一遍，情商高，对他人情感的觉察和对他人情感的感知和对自己情感的觉察，这两个好人为什么过不好？男的感知不到女人，女人觉察不到自己。或者说，即便是觉察了，又不会好好的去沟通，只会摔盆子、打碗、骂。你们两个都是猪，你越这样子，这不是这男的越害怕。所以你想要的真的来不到。所以我们就说这个肌肤之亲对心理健康的重要性，包括我们很多妈妈去给孩子辅导功课，孩子两句话，就是两次做错了。这个就暴跳如雷了，你赶快问一下你自己，你自己最近和你先生那个做爱做的顺利不？或者说你给你先生说，我最近有点躁，来，你好好爱爱我，抱抱我。然后我辅导作业的时候，我可能比较安静。就是真的，这是科学，不是说咱们随便这样子说的，是老天爷就是这样设计的人呐。就是我们需要肌肤之亲，所以关于拥抱啊，我那时候经常我在中国做这种讲座的时候，人家是外国人研究的啊，说一天5个，这个肌肤上的这个需求就满足了。咱是中国人，咱别5个，1天3个可以不？经常是那一场子吧，50-60个人甚至100个人，我说哎，一天能拥抱3次的举个手，寥寥无几。我说你们到底是？不好意思举手呢，还是真没有？然后底下一群摄影的老师真没有，就真没有，真没有拥抱。所以，去你每天如果你还吃维生素呢，你还吃鱼肝油呢，同时再加上啊，这是方老师给的剂量，3个拥抱啊，跟你那维生素和你那鱼油配到一起吃，我想呢，我们的情绪都能够平稳一些。另外呢，还有的女性，她真的是习惯于用性来攻击男人，最后呢是两败俱伤。当时呢，就是也是一个女的，40多岁了，来了找我说："哎呀，老师，我这个婚姻啊，让我过得是，如同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弃之可惜是什么呢？男人也不是个坏男人，整天也顾家，反正挣的钱什么的都拿回来，也在外边也没有什么不良嗜好，你就也挑不出来有什么毛病，这叫弃之可惜嘛，对吧？你找不到大问题。食之无味是什么？两个人没话说，多少年也不做爱，然后呢，女人想要的浪漫也没有，然后呢就特别痛苦啊。他就说，那我就说为什么呢？但我老公说我是性冷淡，老师，其实我不是性冷淡。如果一个男人，就是说把我爱的到位了，我肯定是投怀送抱的那一个。那我说你要怎么到位呢？他说你看，我想说举例子啊，那你看，每天晚上吃完饭，我老公就坐到沙发上，然后就去看那个电视剧啊，就看，就是那种打仗的什么的，我就特别不爱看那种，我就不看，我不看，我就特别想到。吃完饭了嘛，想到外边遛个弯，我们家外边呢，
就是西安呢有那种城墙嘛，前这几年就修得特别漂亮，就叫环城公园。他说我就喜欢到那个环城公园去走一走，人家有长椅子呀，有树呀，有花呀，然后我看着那种小年轻谈恋爱，拉拉手啊，或者是坐到凳子上啊，卿卿我我说说话，我就特别羡慕，因为我和老公当时就没谈恋爱，仓促之间就是因为单位要分房子呢，没对象不给分房子。我就定了他了，所以就没有过那种恋爱的浪漫的感觉。但是现在呢，我就每一次到那个，我老公说，我就给老公说，走吧，陪我出去散散步，吃完饭了啊，撑得慌呢，散散步，对身体好。她老公说不去，他说我就自己去。去了我就一看到人家小年轻那么甜蜜啊，浪漫，我就特别来气。我回到家里了，心里一肚子的气。然后他就看完电视了，上床了，想跟我亲热呢，我都每一次都是，就恨不能就把他提到床底下，就是，然后我老公就说我性冷淡，你大家发现了没有？看咱们《爱的五种表达》讲到这儿，五个表达都讲了，你现在发现没有？这两个人对爱的需求，就是五个表达都重要，但是具体到每一个人啊，他偏重哪一个？那大家可不可以说一下，你觉得这个女人她在爱的五种语言里头，她其实最想要的是哪一个？谁来告诉我？对话框里也可以写呀。哦，是，我觉得可能是他需要那个比较高质量的陪伴吧。你说的是妻子吧？对，而丈夫最想要的是什么？可能是需要这种肌肤之亲吧。丈夫特别想要的就是非常美好的性生活，对吧？对对对。但是你发现没有，你不给我那个，我就不给你这个，最后大家互相制裁了。最后其实两败俱伤啊，这种婚姻到最后就叫磨损，它不可能磨合。互相损，互相就相爱相杀。哇，这个女人，她就给我讲到这儿。我说那咱们有办法呀？你不是就想要那种，就是王倩你说的好，她真的就是想要高质量的陪伴吗？那你要表达呢呀？你是怎么表达的？你想让她陪你，你怎么表达的？她说我就说吃完饭了，老多闹那儿看沙发，不健康，走，跟我去锻炼。我说这是不是你真实的感觉？她突然就意识到了，没有说自己真实的感受是，老公，我看见人家小年轻在那谈恋爱，可浪漫了，我就想有这种感觉。你要是能陪我呀，让我找到这种感觉，我就太幸福了。这叫沟通。说感受是沟通，讲道理不是沟通。然后那个人一听，我就是不锻炼，我爸我妈都是不爱锻炼的人，你看人家都活了90，得。这沟通就没解了，所以你不能跟人说讲道理啊，说这样是对的，那样是错的，你一定要说真实的。真实的感受就是我羡慕年轻人那个谈恋爱，咱俩没谈过恋爱，我就想找浪漫的感觉。后来这女的说："老师，你觉得这一招顶用吗？"我说："这不是一招，这是你一个真正的人，一个成熟的人。"是要和自己的感受连接，并且去沟通的时候直接表达感受，不要去绕那个弯儿，那是不成熟的表现。他就试了，一试以后，你知道吧？这老公说："哎呀，这就这么简单的事儿，你不就要浪漫呢？"然后她老公，我觉得哦，还挺聪明的，那是不是还得要挑个下雨天，我给你打个小花伞？是不是电影里都那样？他说："哎呦，我真没想到，老师，我真没想到，我老公这样子答复我。"我觉得他是个大老粗，他竟然还能说"那是这，咱挑个下雨天更浪漫，我给你打个小花伞。"结果人老公就赔了，赔了那一天就特别幸福，然后回来做了一个很甜蜜的爱，两个人恢复了性生活。后来这不这就好了吗？这就是什么呢？你看啊。就是我们说打蛇打七寸，你老找不到那个点儿，所以你就爱得很累呀、啊，爱到最后呢，谁都没收到，还都各自都很委屈，所以这个女人真的是，过去呢，她就哎呀，我过去就这么蠢啊，我说你主要是不会说感受，可能咱们小的时候家长都跟咱们沟通的时候，
就是讲道理。包括那个苏婷，刚才你说了，我估计你原生家庭父母跟你也是有事儿说事儿，也不是不跟你做情感上的感受上的交流的。所以我小时候也是这样啊，不会说感受，然后总是试图用道理把人家讲过来，然后我是对的，你是错的，那咱们去出去散步吧。那个真的是，就所以我说那个沟通是特别重要的啊。对，好，我看有朋友也在群里说了是陪伴，对，那还有的女人还有一招呢，我觉得这女人这就是性上的制裁男人，还有个女人她就说，哼，我就是不想跟我老公做爱，那个然后我为了不，你看她反正心里是对她先生有意见，我为了不跟她做爱，她每一次。他只要跟我一上床，他想做爱，我马上就说：“哎呀，老师今天给打电话了，说孩子在学校怎么这么着。”他这么一说，这老公马上就偃旗息鼓，就没兴致了。但是你看，最后事实上，最后他老公真的就变成那种或者性无能了，就是你老说这样子的话嘛，这个男人就性无能了。事实上，你自己受到了什么？你没有肌肤之亲啊。所以你看那个人家老说那黄脸婆，实际上你缺乏这个是个荷尔蒙啊，这个性这个老天爷给你这器官你要用啊，这个你不用的话，你那个激素分泌它就是紊乱的呀。所以就是后来我也给这个朋友也就说了嘛，现在我的朋友是有时候我老公看电视呢，我就专门往他身上蹭的，我说呀这两天来例假了哦，快来例假了，烦。你去抱抱我，他就会主动了，不像过去还就故意要制裁老公，你制裁到最后不是制裁的是自己吗？对吧？所以这个啊，不能够看成是一个小事情，它真的是一个很认真的事情。那所以你看我们那个弗洛伊德他讲啊，他说禁欲是对身体有害的，严重者男女皆可出现神经症。什么叫神经症？就是我们说的抑郁症、焦虑症、恐惧症，就各种这样子的，他不是精神分裂，他就是神经症。这些呢，有的人就是恐惧，各种恐惧，有的人各种抑郁，有的人还是躁郁，一会儿焦虑了，一会儿又躁狂了，对吧？这些啊，可能都是跟性是有关系的，包括有很多人失眠，对吧？食欲的问题，孤僻暴躁。这个一定是，就是大家咱们从科学的角度去看啊，然后弗洛伊德，当然很多人批评弗洛伊德呀，就说你把性说的太重要了，在人的身体健康啊、心理健康这个部分，你把性太强调的过了。最后弗洛伊德，我记得他好像在晚年的时候他说过，我不是说神经症和性有关系，我的意思是因为你的自我和性发生冲突了才带来的神经症。就是你这个自我对这个性的认识偏差了，最后才带来你一系列的心理问题的。那么还有一次好多年以前呢，我看了一个新闻啊，就说是在加拿大还是在哪一个地方，反正就是那种地广人稀的地方吧，是说就是有一个小城市吧，小镇子，老是有一些年轻的女性莫名其妙的失踪呀，这个案子都十几年破不了，终于破了，就是镇子上一个彬彬有礼的，好像还是个医生，男的独居者，他呢就是把很多女性呢伤害了，然后呢都就好像就埋到他们家后院的，那外国人的院子也大嘛，也没人去嘛。后来呢，就人家那个报纸上那个新闻啊，就警告说要警惕那些彬彬有礼的独居者。我就当时就琢磨这个为什么是彬彬有礼的独居者呢？你看彬彬有礼事实上是什么？他装的，就是说他把自己压抑的，他装的他很完美啊，很有礼貌，他从来呢没有那种骂人呀、酗酒呀、打架呀、乱喊乱叫呀，他没有那种行为。其实当一个人啊，他去骂人、去喊、心情不好的时候摔东西，他反而把情绪都宣泄了。当然他这种方式可能不科学，但最起码宣泄了，
反而是你看他是个独居者，他彬彬流礼，他从来也没有出格的事情，那憋出来的可就是一件惊心动魄的大事情。其实就是我说那种摔瓶子呀打碗呀那种人，他最起码还宣泄出来，没有压抑。那像这种又独居又压抑，那就可能出这种极端性的问题。所以呢你看我都觉得啊，就是你看有些老年人啊，他孤独嘛， 他一个人生活，但是他养个猫呀养个狗呀，这个都很好，他去摸一摸猫猫狗狗的，也缓解他的这个皮肤饥饿呢，也是对心理健康是有帮助的。就包括我前阵带了一个，就是有一个抑郁的一个孩子，他一个人在国外呢，父母在国内呢，一个人在国外读书又抑郁了，然后又一个人待到房子里，不愿意出门，连买面包都不愿意见人，都不愿意。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后来我又跟他也是在微信里聊呀，我也没在一起。我就你喜欢什么？你看啊，当人抑郁的时候就是没爱了，他对什么都不喜欢了，没兴趣了。哎呀，问这个也不喜欢，吃也不喜欢，朋友也不喜欢，什么都不喜欢。之后他说我喜欢小动物，你可不可以养个小动物？最后这孩子真的就是去养了一只猫。自从养了这个猫，这孩子我觉得现在都开始跟真正的人开始谈恋爱了。就是养了这个猫，他有了关注，有了爱，甚至他也有了抚摸，对吧？然后为了这个猫咪啊，他就要去下楼，他要去给猫咪要买粮食嘛。就为了这份爱，这孩子就慢慢慢慢就开始和社会和别人接触了，越来越健康了。他也在猫咪那儿收到了爱，他也能够去给予爱了。你看这个孩子啊，我就说他妈妈就老说，哎呀方老师谢谢你孩子，现在那时候就跟爸爸妈妈都不沟通的，现在也能沟通的很好了。我说其实你要谢谢那个猫呢，我起的作用不大。真的这就是连接呀，一个人不能活成孤岛，你就是跟人连接不了，你和大自然去连接一下，你和个小动物连接一下，都比你把自己隔绝了要好。这也是我们说这个心理需求，所以要警惕这个，所以对这个性，对这个肌肤之亲这些东西要正视它，不能说是装作不发生，装作不存在，或者说对我就是没有爱人，我就是现在还没有对象，我独身，那我怎么解决？就我就说了嘛，你也可以养个猫猫狗狗呀，你可以和朋友聚会呀，和朋友去拥抱呀，对吧？这都是可以解决的嘛。你甚至你说有的女性她会说，那老师我可不可以去买一个那种成人用品呀？我说都是可以的呀，也没有什么可羞耻的，对吧？因为人，你看我刚才在这强调性的，人的性行为的意义太多了，它不是一个仅仅像动物一样就传宗接代，它赋予了更多的情感上的东西，人格关系的纽带，是吧？所以我们总是说小两口打架是什么呢？床头打架床尾和，这个性就起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它是个符合的，它不是那么简单的。你就是包括我们现在说这些孩子，你看现在那孩子呀，就是经常家长就给我说特别害怕孩子就变成同性恋了，因为现在就这种趋势好像还越来越严重。多少年以前我做咨询的时候就是可能说2年3年才能碰到一个孩子说他有同性恋的倾向，但是再到后来呢，你就经常会碰见孩子说我不想当女孩了，或者我不想当男孩了，我想做变性手术了。你就明显我自己的感觉都是这2年这种问题比较突出了。你看就是当时来找我一个女孩啊，我现在就是我就想说这个问题大家也注意一下啊。她说我讨厌我的身体，我希望我是个男孩子。她当时来找我的时候门一开，我真以为是个男孩子，就短头发，穿的衣服也是男性的，那很中性。而且他当时他真的就是已经开始对女生感兴趣了呀，我就想啊，就是咱们说这同性恋其实他只有极少部分是基因出问题了，就是先天性的那种，多半都是后天养育的问题。那么这个女孩的问题啊，就是养育她的那个父母是什么样的，
他小的时候就是他爸爸是单位的一个高级工程师，爸爸就是个能不够。然后呢，就是他说我爸就是在单位里头，就是厂里头进什么设备什么都是我爸在那调试呀，干什么干什么的，就是连厂长都有对我爸都敬畏几分。回到家里，我爸做饭就做的一流，过年都是我爸做饭。你看这能不够的男人。然后他说我妈就是连饭都做不好，然后不管做什么。反正都做不好，我爸就会说，哎呀，人笨凡事难啊。你看爸爸老打击这个妈妈呀。然后呢，你这孩子现在都上大学了啊。我说你喜欢平时喜欢什么，喜欢看的杂志是什么？兵器知识，一个女孩子喜欢兵器知识。然后宿舍里的女孩子在那说化妆呀口红呀，我就觉得特别俗气，我根本不屑一顾。然后我要是个男的就好了。大家发现了没有，是爸爸多次的从小在他跟前打击这个母亲，然后让这个女孩在性别上认同了父亲。他会觉得哎呀，女人就是又蠢又笨啊，那样的一个动物，我不要当女人。所以在这儿呢，事实上我们要说的是什么，男人啊，如果你有一个女儿，一定要在女儿面前呢要欣赏赞美这个妈妈，哪怕妈妈做饭不好，哪怕妈妈脑子不够用，可能丢三落四，但是 你可以赞美她，哎，我妈妈今天穿上这个裙子好漂亮，你看妈妈啊，唱歌多好听，或者你看妈妈，这个，身材多好，对吧？你只要想赞美，你怎么都能赞美嘛。你让这个女孩觉得我当个女人是很光荣的一个事情，或者说是很美好的事情啊。你不能老当着女儿的面打击这个妻子啊。然后呢，还有一次我做讲座的时候，也是给那种小学的家长吧，在那儿做讲座呢。讲座完了提问题的环节，有一个妈妈就提问题说，哎呀，老师，我这个儿子呀，就他老说他想当女人，不想当男孩。他说，我说那为什么，他怎么说的，他为什么，你问过没有，你孩子为什么不想当男孩。他说我儿子就说嘛，当男孩有什么意思呀，说话又不算话，我要当女孩。我直接我就问，你们家是不是什么事都是你说了算？对。我说那你以后一定要在孩子面前把他爸放到第一位。然后这女的就说他爸提不上串，要啥啥不行，我没办法把他放到第一位。我说那你这孩子他就在性别上认同你了。其实我们在讲啊，就是女人对男人的爱一定是什么呢，就是且爱且崇拜，要让男人感觉到你是崇拜他的。然后当时那女的就说，就是他一无是处，你我想崇拜我都没法崇拜啊。我说那就是矿泉水瓶子他能给你拧开吗？他拧开。就这，只要他当你儿子面给你拧开这瓶子，你崇拜他力量大是可以的。就是你只要想赞美这个人，你怎么都能赞美出来。关键是你看不到这个男人的优点了，你天天就是挑人家的错，当着孩子面打击你的丈夫，你这个男孩子他可不就只这样了。所以我们就说，丈夫要欣赏赞美妻子，妻子要崇拜丈夫。就是且爱且崇拜，这个时候孩子才能看到一个那样子的美好的夫妻关系，他还觉得将来谈恋爱还值得一谈，结婚还值得一结。你就看到很多那男孩子或者女孩子就给我说啊，我妈嫌我不找对象啊，逼着我找对象，我才不找对象呢。你看他们俩都打了一辈子了，我去找对象干啥呢？那婚姻就是个折磨，你看。这个呢，就是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爱自己的另一半，其实也是给孩子示范一个美好的两性关系是怎么样的，互相包容，互相赞美，互相欣赏，互相理解，对吧？而且我们就说肌肤之亲，刚才我说两性，对吧？包括我们的孩子，有事没事的去，你看，我就很欣赏人家那个，你看那咱们看那个外国电影，那临睡的时候，妈妈爸爸不管是谁，去跟孩子说个晚安，摸摸孩子的头啊，需要去做这个动作，孩子需要肌肤之亲啊。
但是我也会觉得啊，有的家长，成年人自己都不爱自己的身体，就是不爱自己的身体啊，又是觉得我可能是啊，我太丰满了不好看，或者我不丰满我也不好看，啊，我眼睛太小了不好看，我什么个子太矮了不好看，总是批评自己的身体，对自己的身体呢，不敬重不喜爱，其实这个身体也是老天爷赐给我们的呀，没有这个身体我们怎么去？就是我记得有一首诗，我有的诗说嘛，哎呀，感谢老天爷给我一个肩膀呀，因为这个肩膀，我可以感受到我爱人的头枕到这里，对吧？我们要多么要去珍惜自己的身体呢，而不是去评判。你不爱你的身体啊，可能你孩子也不爱他的身体。你现在就看有些孩子一不高兴还自己自残呢呀，不爱自己的身体。我们说，爱的五种表达，其中很重要的就是这五种表达也对自己去爱呀。我就说，我们自己能不能抚摸抚摸自己的身体，能不能赞美赞美自己的身体，能不能感谢一下自己的身体？呀，多亏老天爷给我一个臂膀啊，我可以拥抱我爱的人；给我一个嘴唇，我可以去接吻他，对吧？给我一个耳朵，我能听温柔的语言。我应该多么爱我的身体，而且你去看去，凡是亲子关系不好的，你说那孩子啊，跟你关系好不好？你去抱抱你的孩子，他如果躲的话，他心里跟你是有距离的。我们说我们，你看，包括你看我们，我想在座的女性比较多嘛，我们自己都有体会。这个男人如果说我们不喜欢他，他一靠近我们，我们就想躲，对吧？他才想要拉个我们的手抱一抱，哎呦，那简直是太痛苦了。如果你的孩子面对着你的拥抱、抚摸都是这种感受，他心里跟你距离就太远了。所以先别急着说，哎呦，我把学习要搞上去，让孩子要学习好，让他去考试，让他去那个第二位、第一位，先让你们俩的关系好，先让他能体会到你是爱他的，你去摸摸他。你去抱抱他，你看他拒绝不拒绝，对吧？所以我们自己对身体的接触是什么态度和感受？自己问自己，你是享受的，享受我这个身体的，我和别人的身体接触，我是享受，还是逃避的，还是无所谓，可有可无的？我有一次呢，我和一对夫妻，我们去干什么去？可能就是要跨一个沟，还是下雨天，反正那个沟很大，可能就我个子高腿长，我就跨过去了。那个妻子就小小的，然后那丈夫就站到那儿，我就在那儿想啊，我要是那个妻子，我肯定把手举起来，过来抱我，把我抱过去。我要是那个丈夫，我肯定一步就跨过去，我把我妻子一下就扛过来。结果两个人就傻站到那儿，我在旁边，我说：“哎，你怎么还把他抱过去呢？”然后这丈夫还恍然，好像是恍然大悟了，他把妻子一抱，就过了那个沟了。妻子竟然啊，身体是僵硬的，都没有说一般的胳膊环绕在他的脖子上都没有。哎呀，我就想这两口子不知道怎么过的。后来我悄悄问这个妻子，我说你们俩性生活过着没有？妻子说没有的，我们俩分床，因为我神经衰弱，我多少年睡不着觉。我说你好好跟他做爱，你觉就睡好了。吃安眠药都没有做爱顶用，你看是什么让你没有办法去和别人身体接触，用身体去连接？老天爷给我们这么好一个方式，你做不到啊！所以就是我们千万就不要就是觉得，去主动的去表达，去追求啊，那个就是男女关系里头哈，男的要追我，我才能去回应，因为我是个女的。事实上，我想啊，就是一个人修到最高等级的时候，那就是观音菩萨那个等级是什么？雄雌共体。我们说观音菩萨，他既不是男的，也不是女的，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既有男人的阳刚，也有女性的温柔就好了。就是男人阴柔一点，女人呢再阳刚一些，我们最后就是有弹性的。我们不用性别把我们框架住。我们作为一个全人出现，
这个时候呢，你就是左右逢源的，你不需要刻意的去守住自己啊，我应该是个女人，我就应该是怎么样，不是那样子的。就像那个我刚才说那男孩子那女孩子说啊，我希望我是一个男孩子，我讨厌身体啊，我就喜欢看兵器杂志那样的东西啊，别人就说我不像个女孩。实际上你是女孩，你对兵器，你对飞机有研究也是很好的，也不需要你变了性才去爱，对吧？可能我们家长也要给孩子去传递这样的东西啊，就是尊重自己的性别，就是尊重老天爷赋予我们的，给我们的就是最好的呀，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你当一个妈妈在女儿跟前就要做女人的喜悦呀流露出来，给爸爸做饭，给全家人做饭，我是多么享受的一件事情，而不是说做饭就是我在伺候你们哈、啊、这个女孩将来肯定不想当女人了啊，或者不想结婚了，对吧？当然了，我们就说身体的利用身体愉悦自己的身体是好的，但是你看现在呢，就是那种性特别压抑的人，你要做的功课是从性，就是去做性解放，把自己的身体从那个禁锢里头解放出来。但是你发现了没有，一解放，我刚才说了健康是得体，但是一解放又泛滥了，有很多人呢就沉湎于性，有就到我这儿来做咨询，有很多女人她真的就是她又被这种性爱给控制住了，就是她得不停的去找一个男人来爱，不停的要去跟男人去上床，那包括也有的男人也是这样子。这个时候我就说你要从性中解放，不管是什么东西只要控制了你，就是你看毒品呀、酗酒呀、抽烟呀，包括现在玩游戏呀，啊，这些都是说少用一点都没问题，过了它就是问题。包括这个性也是这样，我说今天啊，大家要尊重身体，要有肌肤之亲，那我是说你不要用那种老旧的观念去框架住自己。但是你说啊，那好，那我就见一个就去做一个上一个，那个你又被性控制住了，你又要从性中解放。最后解放到最后，就是当我们成为一个健康的人是什么？得体的，有，但是不泛滥，不被这个东西控制住。啥都是个欲望是好的，但是呢欲望太多了又坏了，是不是走到反面了？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在讲这个身体表达的爱啊。我能感觉到的就是这么多，时间现在也差不多了。所以你看弗洛伊德这个话呀，我们要天天要脑子里头要念了，对吧？努力的工作和爱人，你只要做到这两点，你就是个健康人啊。所以如果你现在你说哎呀我是抑郁了，我或者是焦虑了什么，那焦虑的人反而有可能是什么呢？他在工作中哎呀这个工作没做好他焦虑，或者他完美主义者他焦虑。但是抑郁的人往往都是什么呢？就什么都不想干。那你越不想干，你越得逼着自己去干，哪怕找一个小小的事情干，你种个花，养个草，养个猫，这都是工作，这都是爱嘛，对吧？努力的工作和爱人，我还想说呢，除了爱人，爱这个世界呀，爱一朵花，爱一片云啊。就像我今天早上我对着大海，我在唱歌，因为我爱他呀，我要给他表达我的爱，我不但要爱，我还要用语言表达出来。我就说哎，我给我自己做了一个认知疗法，把自己疏通了一下。我这个人就是没事了得到山里喊一喊，或者到海边走一走，这就是爱自己呢啊、嗯，爱人也爱自己吗？好，那个结业考试，这个到时候我可以截个图放到咱群里啊，自己给自己打分。爱的五种表达是什么啊？第一个五种表达是，赶快说，谁能直接把这五个说出来？快，王倩，快，你的话筒是不是打？是语言陪伴，还有这个礼物，语言陪伴礼物，然后还是这个服务，最后是这个肢体表达。哇，完美。好，这个要背过呢，然后
每一天呢，在脑子里过呢，就心想，就像我今天站到海边的时候，我说哇，我现在要用语言表达，我就唱一个歌，表达我对他的爱，对吧？好，另外呢，你看第二道题，这爱的五种语言呀，就是要让我拿这个就作为一个工具，你和家人去连接去，让他给你打个分，你给他打个分，然后你们就可以探讨了嘛，对吧？我觉察到了什么？这个回去啊，做了没有你们？当然了，前面只有四个，今天这不是五个都完了，五个都完了，真的去做一下，你真的会有发现，这个是个爱的探索之旅，大家去做这个，去走一趟吧，你会发现一些东西。另外，在你和你爱人啊，包括你和父母和孩子都能用，对吧？在做这种沟通的时候，一定要问。五个东西当然都要表达，但是可能大家的成长背景不一样，大家对爱的五种表达，其中有一个可能是最重要的，那个是什么？就像刚才王倩，你刚才说了，那个女人她最想要的是什么？陪伴。男人最想要的是什么？肌肤，对吧？你不表达，这不是两个人老错着呢，老阴差阳错，就老觉得这日子过得别扭，也不知道在哪里。所以一定去沟通一下，你一定能发现。既然发现了之后，以后爱的时候直接就爱到点儿上了呀，就是事半功倍，就别那么爱的那么委屈，然后还爱的就是还一收不到，一个还抱怨，对吧？最后呢，就是今后成长的方向是什么？我觉得满分100分啊，谁都达不到，我也达不到。但是呢，咱们往这个方向去努力。我给我自己啊，我能打个85吧，88，心情好了88，心情不好85吧，大家自己打个分啊。而且甚至我都不认为说这是一个结业考试，这是我们后半生的功课，一直这个功课一直修到死，就是我们完美的去表达这个爱，而且要去感受这个爱。推荐一本书啊，就是那个弗洛姆写的这个《爱的艺术》。这本书里，我觉得最闪光的那个点是什么？就是我们都是在求爱呢，我们所有的痛苦都来自于我们想要的爱得不到，然后我们痛苦。但是他这个书里他讲到，你先去给爱，你成为爱，就是不是被动的去接收呢？甚至你发现没有，有很多人。别人再给他爱，他也收不到。为什么收不到呢？他感受爱的能力太差了。就像我上次说的，那个丈夫使劲在那赞美他呢，他连一句谢谢都没有。丈夫替他把跟前的盘子收了，扔到垃圾桶里，他也没有个表达。我说，哎呀，你先生就坐到这儿5分钟的时间，爱你了2次，你都没感受到。你这对爱的感受能力也太差了，然后你说你各种各样活得不顺心，你当然不顺心，那么多美好在你跟前，你看不见，你的眼睛就只盯着人家做不到的地方，你就苍蝇妈妈了。苍蝇一睁眼睛卫生间去了，蜜蜂一睁眼睛花园了，这个世界肯定是两个都有，你先生身上也是两个都有，有缺点，他也有闪光点，你老盯着人家的缺点。人家在你身上，我坐到旁边，我都看闪光了5分钟，闪光2次，然后你没反应，对吧？然后你只要一反应，就是说人家这个不对，那个不对，你这样子你真的得不到爱啊。所以有的时候就问自己，我这样子说话，我这样子做事儿，我想得到什么，对吧？我能得到吗？如果我得不到，我还要继续吗？就像那个苏婷刚才就说了。他就说："哎，他原来那样子跟孩子说话，直接上来有事儿说事儿，没事儿就拉倒。但是现在，哎，我就会多说一句，多祝福一句。哎，孩子就有一个快乐的反馈，这不是咱想要的，就这样就得到了呀。就是想跟孩子多连接嘛。就问自己这三句话，你马上你就停下来了，你那种无谓的，甚至做相反的动作就停了。咱们又学会了新的表达和沟通，咱们用好的方法嘛，对吧？OK，这就是我最早分享这个爱的表达的时候，就我就说我先生嘛，
我先生和他姐姐老吵架嘛，后来我们走的时候，他姐姐就说："哎呀，你怎么就跟我弟弟啊？我弟弟脾气这么不好，你怎么就从来没跟他喊过呀？你也没跟他吵过呀？"我就给他姐姐说呀："我说我是个苹果树，人家扔石头扔棍子，咱下来的都是苹果。但是我现在又体会到了，人家扔石头扔棍子到我这儿，我也理解成苹果。为什么？他闹是因为他想爱得不到呀，他又没有好的方法呀。"他就给你乱喊乱叫，实际上我们有一句话叫"愤怒的背后是期待"嘛。如果孩子跟我们乱喊乱叫，一定是他想要爱呢，他又不会表达，他只能乱喊乱叫。那我们通过这个乱喊乱叫，我们看到那个他想要的爱，那还是苹果。所以我收到的现在也是苹果。这样子的话，我们把自己就活成爱，而不是被动的坐到这儿等着别人来爱我，是吧？我们发光发热，我们去爱所有的人。好，刚才那个海平说他想给大家献爱心呢。海平，现在到你了，咱们要结束了，用你美好的歌声来。谢谢方老师，就是受你的启发。嗯。我觉得唱歌确实能影响人的心情。其实我是五音不全的，但是我最近学唱歌以后，我的感受跟你一样，就是自己发声发出来以后感觉不一样。谢谢方老师给我这个机会，我就唱一首《我心永恒》英文歌曲。哇，太好了，太好了。My heart will go on。嗯。Every night in my dreams, I see you, I feel you. That is how I know you go far across the distance and spaces between us. You have come to show you go on.Near, far, wherever you are, I believe that the heart does go on. Once more, you open the door, and you are here in my heart andMy heart will go on and on。 谢谢。哎呀，我这个英文就是不行啊，以后要向你学习呢。我也想，我那时候就是做那种面对面的啊，就是我们说的那种团体成长辅导班的时候，其实每一次一来，大家就要练练发声，就是放松嘛。临走的时候还要做一个什么发声练习？就是我爱我自己啊，这个大家可以经常的做。你到海边，你的树林里头，你喊，你可以站起来，对吧？然后我现在给大家站起来啊，大家看一下我的动作。其实你看，咱们要是有线下的就好了啊。你看啊，要有动作。我再说一遍啊，一个健康的生命能发生有动作，我们就是健康的，对吧？看啊。一般就是我就会让大家结束课的时候都站起来，然后抬头挺胸，心里想我很美，我爱我自己，然后发出来声音是什么啊？看，右手和右脚，左手和左脚同时往那，就先这样子啊，看，咪咪咪，现在大家一块儿开始，我听。五种表达其实最重要的是爱自己，对吧？爱我自己。
开始。我爱我自己，我爱我自己。对呀、啊，话筒都打开，都唱得很好，太谢谢大家了。然后呢，你在家里头喊的时候呀，你爱人啊或者你孩子都说难听死了，喊啥呢？别喊了。那你就说，哎，我需要你多鼓励我，就完了。别生气啊，他们一定是会那个各种各样的，就是当然你就是那种情商高的人，他会说啊，你的声音很好呀，你要好好练习。但是有的声音，有的人他就打击你，咱们不怕他打击，对吧？当然最重要的是，一定是自己，就是我就特别喜欢有一句话，就说起舞吧，就像无人喝彩一样，歌唱吧，就像无人倾听一样，爱吧，就像从来没有受过伤害那样。这三个事情是给自己做的，跟别人没有关系。所以我就说咱们今天结束课的时候，就希望大家爱自己，对吧？先爱自己，然后呢，我们成为爱的使者，把爱给所有的人。好，那今天呢，咱们就到这儿了。大家辛苦了哦，也就陪着咱们一起走过了这五次课啊，六周的时间，因为中间还隔了一周。我感谢大家，谢谢你们，谢谢方老师。谢谢方老师，谢谢，我也很开心哦。以后咱们要是有线下的话呢，真的咱们可以在一起练练发声，不是为了唱歌好听，也不是为了让愉悦别人、愉悦自己呢。而且我觉得唱歌又能够，就是只有唱歌这种运动锻炼你的内脏呢，你的肺，对吧？你的心脏、你的横膈膜。这是非常好的，然后情绪又能得到宣泄，你就不用摔盆子打碗了，宣泄情绪了。反正我不高兴了我也唱歌，我开心了我也唱歌，情绪总是要有一个出口嘛，对吧？对， OK， 谢谢大家。嗯，好的，方老师，谢谢方老师，晚安，辛苦了，拜拜。谢谢。